那首先就是谢谢 Projectera 的邀请，还有陈汉的介绍。然后我是 Jason。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学经历，就是我是2010年从台大毕业，然后我是台大化工跟台大土木双主修，然后在minor 就是 economics，在毕业之后就是当兵，再加上工作，然后我才出来到美国的 Cornell University 念我的 Master of Engineering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然后之后再一直念到我的 PhD。那有点改变不一样，就是我上礼拜离开了 MIT 了，所以我在 PhD 毕业后，我是在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跟 MIT 做 Research Fellow，然后我现在是到一个 Biotech Company 做 Senior Scientist，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我的自己的 background 就是比较偏就是工程跟生医相关的。那我相信大家就是在之前的 section 就应该知道，就是申请美国就是研究所的需要的 document 有哪些，就是 CV、SOP，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 essay，就是系上可能会给你一些问题叫你去回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有时候有可能会问到的就是 diversity statements。因为我去年有辅导的学生，他们就要写类似的东西出来。那因为我们今天就是 focus 在 CV 跟 SOP 上面。那什么是 CV 呢？基本上 CV 其实就是很像是你人生到现在你所有的学经历，你所有的经历，让写在一张纸上面，然后可以比较轻易的，就是让committee member 能够快速的透过一张纸来了解你是谁，然后你能不能就是进到下一个的，就是面试的阶段呢、啊，或是进到下一个可能到你想要的 faculty 的 lab 里面问这个 faculty 有没有想要收你？那 CV 里面主要内容就是因为是要介绍我们自己，所以最主要就是比如像是我们的 education、experience、skill set、publication，还有可能写一写一些 diversity 的部分，因为现在有时候美国学校蛮注重这些东西的。那 education 呢，经常就是写你的学校，你什么学校毕业的，你的 major 是什么，那你在系上的排名或是你的 GPA。那你的经验的部分的话，因为我这边是我自己是申请理工的，所以我们很注重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进 lab 做实验的经验呢、啊？你如果有，可以写进去，然后或者你有去一些公司实习，甚至你有工作过，这些都是学校的一些 committee 或者是教授会想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已经会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很多 faculty 来讲，他们会更有动力，会想要就是把 take you as 就是他们的 PhD student 或是 master student。那 skill set 的部分呢，就是其实是延续上面的经验来讲的。你在 lab 工作过，你有没有学了什么一些专业的技能，或是你有没有上过一些课，你有一些专业的技能都可以写在里面，比如说你会跑模拟，你可以写在里面。你在上课里面你做了哪些的一些 project 里面做了哪用哪些模拟解决哪些问题，这都可以写进去。甚至你进 lab 里面你会做一些养细胞，你会做动物实验，这些都是可以放在里面。那有些学校可能会有开一些像是 certificate 的一些，像是课程，或者是比如说 EHS，就是跟实验安全相关的这些，你如果有做，也可以放在里面，这也是一种加分。因为美国学校很多学校都蛮注重这些实验室安全的，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东西，表示你可以进去帮这个实验室继续维持跟学校的 EHS 的 office 的沟通，这也是一种就是一个优势存在。那再来就是 publication，你有没有一些著作？因为你如果是要申请，是所谓的 Master of Science 或是 PhD 的 program，这也蛮重要，因为这能够证明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过一些研究的经验。那最后 diversity 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参加一些，比如说帮助弱势的群体啊，或是你有没有为了两性平权，有时候你如果有做过这个经验的话呢，对于有时候对于学校现在申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很多学校现在都在搞所谓的就是 diversity 或是平等这些东西，那你如果有的话，这也是一种帮助。那要怎么去准备一个比较好的 CV 呢？
最简单就是我们要先假设所有的 faculty 他们都很忙，不要想说我人很好，我的背景经历都很好，所以我就是放在上面，等他们自己去找到他们，就是我的优势存在。就是我们要假设他们很忙，他们可能只能看你的 CV， 只能看30秒。那他要怎么在这30秒之中，要怎么去找出对你最有利的资讯出来？所以我会建议，永远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放在最前面。然后如果能把它 highlight， 你要把它用荧光反荧光，或是你要把它出题，这是最好。最简单来讲，就是一般 faculty 会想看到就是你的学校，然后再来是你的 ranking 或 GPA。那这些东西你不要让他去你的 CV 里面去找出来，他希望就是第一眼他就能看到他要的这些资讯，或是你有没有在其他有名的教授的实验室里面做过，有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教授的名字给他 highlight 起来，这方便就是教授去找到他们要的资讯。因为在教授30秒的时间内呢，可能他找不到他要的资讯，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一个 CV， 他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然后最后就是在你的经验里面，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做 lab 的经验啊，你有 project， 你可以简单的把它你的总结，你所有的 work， 你中做了哪些东西，然后最好把它量化。比如说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我可以把stem cell 的 expansion 提高2倍或是10倍，你把这个数字写出来。因为一般来讲大家对于数字都是比较敏感的，他看到这些数字后会对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的 contribution 贡献会比较印象深刻。那这是简单就是怎么准备这个 CV 的部分。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 CV 当做一个例子，就当然就是我们要有姓名，然后联络方式，然后这是我之前在投工作用的。那当然就是越上面越重要，就是因为我之前是投教职，所以第一就是学校，因为 faculty 他们要看的就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我的研究经验是什么，在哪一个 lab 底下，哪些教授底下做过事情。那依照顺序，就是越重要就越在放在越上面，然后我们知道他们想看到的资讯，我们就把它 highlight 起来给他们，或者出题字给他们去看。所以当那些教授看你的 CV 的时候，他可以一眼就看到你是不是那个对的人。那再来就是 SOP。 什么是 SOP？ SOP 就是 Statement of Purpose， 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念这个学校，或是你为什么要来念这个 program。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看完你的 CV 之后，我们就想要知道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你是要做研究的话，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你是一个有 passion 在 research 上面。因为假设你是申请 PhD 通常是一个很漫长的，可能4到6年，那很多人真的没有办法撑到最后。那这对于一个faculty 来讲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问题，如果你中途就要 quit。 所以他们想看到是你是有热情在做研究方面，所以呢这时候就在 SOP 里面要去展现这件事情。那 SOP 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abstract 就是你这篇 SOP 里面的内容要精简到这一段里面。以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 faculty 只有30秒能看你的 SOP， 他大概只能就是看第一段跟最后一段，那再更忙可能就第一段看完而已。所以你要在第一段里面把你说想表达重要的资讯都写在里面，然后再来就是你要介绍你自己，然后还有你为什么要来念这东西，你的 motivation 是什么，因为这很重要。如果你有个很好的一个 motivation， 把你包装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那 faculty 就会继续阅读下去。那再来就是你的去把你的经验结合你的 CV 里面写的东西，你的经验，你对于这学校这个 program 的期望是什么，还有甚至你有没有兴趣的想要找的教授，都可以写在这里面。因为当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就会去问这个教授说你对这学生有没有兴趣，如果有的话，他可能就会去跟你谈，或者他就会愿意去收你。
那最后就是结论，一样就是很重要。我说最重要就是 abstract 跟 summary， 因为如果真的他们很忙，他们第一道的 screening 就是看你的 abstract 跟 summary 部分，就决定这个申请资料我要不要留下来。那一样就是好的 SOP， 就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你可能可以写好几段，写你的经验，但是我要说，就是越重要的东西你就越放在前面，因为你真的不能保证 faculty 能会看到哪一个段落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会就是建议，任何重要的资讯放在越前面，然后你想要确定他一定要看到的资讯，比如你是第一名，然后里面有150个人在你的班上，你就可以把这个就是把它 highlight 起来，强调就确定 faculty 一定会看到这个资讯。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做一些研究，比如说学校有哪些的设施，有哪些中心，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学校念，某种程度是要因为他提供的资源，然后甚至他有哪些的教授，或者他有哪些课程你是有兴趣，你觉得对你的人生规划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就是要结合到下一点，就是你的 future career goal， 你未来毕业后想要做什么。你可以写你的毕业后短程的目标，五年内的目标，十年内，二十年内的目标，但是他们想看到的就是你为什么想来念这个学校，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个学校有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带走的，那你以后是不是对你的人生会有帮助，因为他们希望你成功，你成功你才能继续走内回学校，给学校继续做更多的事情。那比如说好了，就是 MIT， 你可以就说因为 MIT 有一个 Nano Center， 它就是刚好就是 AMD 的 CEO Lisa Su 捐的。那 Lisa Su 是个台湾人，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 Nano Center， 我想要做哪些半导体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也是可以让 faculty 有兴趣继续看下去的东西。那最后一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理工的，就是申请，所以尽量用最简单的句子。你只要简单想一下，我们念理工的人可能以前考大学的时候最烂的可能就是国文，所以你不要把就是句子写得太复杂，因为很多 faculty 虽然他们是美国人，他们真的也不想看到超过可能两行到三行的句子，对于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就是太累了，他可能就会不想看这些东西存在。所以我会说尽量写一些 simple 的 sentence 会是最好的。但这就是 for 就是理组的部分。那这是我的 example， 就是这是我找工作用的 cover letter， 其实跟 SOP 很像，就最重要就是第一段最后一段，你中间可以有写你的就是你的经历啊，你对于这个学校的任何的 expectation， 你对于自己的 future goal 都可以写在里面。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在第一段的时候就能让那些看着 faculty 也就知道说你这篇里面是在写什么。然后我看我时间就差不多了，那我就直接跳到最后，就是感谢大家。然后我自己有写一些部落格跟 fan page， 然后部落格里面也有写一些怎么去写 CV 跟 SOP 的部分，还有在美国因为是联系教授，也是一种蛮不错的方式去拿到就是 admission 的。所以我在里面都有写，然后这也是我的 email，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人都可以透过 email 来联系我，然后谢谢。谢谢燕君精彩的分享，那我们请下一位讲者孙凯慧。哦，嗨，Hello，可以听得见，right？可以。可以。OK，right，so，OK，大家好，我是凯慧，然后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和大家交流。那我是没特别准备我的学经历放在这里，但基本上我是2005年到美国攻读生物博士，然后之后我便留在美国工作，所以我本身在学校里面做过 postdoc，然后
目前是在药厂里面担任研究员的工作。那一些关于我比较详细的学经历你们可以到 LinkedIn 上面去看 right。 那OK， 那我今天的重点会比较是放在履历的撰写上面，因为基本上我会觉得就是当你在准备所有留学申请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履历基本完成的时候，当你在写其他的 either like a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是 SOP 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你的履历当作是一个最好的 document， 然后从里面呢去挑出一些你可以写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当你觉得你不知道从哪边开始着手去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maybe 先把你的履历准备好在旁边。所以我今天主要会先 focus 在这个部分。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会看到有的时候他讲 CV， 有的时候讲 resume， 那到底 CV 跟 resume 的差异到底在哪里？那我先说，因为我现在大部分的分享基本上是我个人在美国的经验，所以说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apply to maybe 如果你是申请欧洲的学校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学校，那状况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基本上在美国的话呢，很多时候因为基本上 CV 或者 resume 如果你用中文去翻译它的话，它基本上都叫履历。那但是但所以是说有时候是会有一点点比较困惑。那根据我以往在美国这边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业界，他们有一些 career 的 的一些 career 相关的一些 seminar 的时候，他们有去特别解释过什么是 CV， 什么是 resume， 所以我这边简单做一个表格秀在这里。所以基本上呢 CV 它是就像前一位讲者说的，它基本上就是记录你所有的 professional 的 experience 的一个非常完整的 documentation。所以说基本上在页数上面呢，它是不会特别去限制你的页数的。那 resume 的话，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基本上你是你 CV 的精简版，就是有一些你想要特别去强调的东西。那在使用上面的话呢，一般如果是一些比较学界相关的 either 你申请学校申请 fellowship 或者是你去申请一些比较是 research 相关的 position 的时候呢，一般它会要求看你的 CV。那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业界的工作的话呢，一般他们要求的是 resume，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 resume 它会比较就是 align with whatever this job is looking for。 那在接下来说到它either CV 跟 resume 的 structure 或者是 content 上来讲，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主要的一些差异就在于说 CV 基本上它就是要你列出基本上是所有你的 professional 相关的 experience， 那 resume 基本上就是比较 selective 的方式去条列出来。那针对 grad school 申请的话呢，在 CV 的部分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通常因为你是一个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通常你如果可以就是列出一些你的所谓的课外活动 which is like a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的话呢，基本上是相当有帮助的。尤其我在这边也看过很多美国学生他们自己的履历，基本上这一个课外活动的部分其实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 section。 那我觉得这部分是常常台湾的学生可能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另外也是More specific for grad school application 的话呢，通常我们在 CV 的最后我们也会 list 所谓的推荐人。那这边的推荐人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提供两到三个，然后把他们的 contact information 基本上就直接放在那边。那有的时候如果 admission committee 或者是一些 professor 他可能直接从名字一的说哦，你的老师可能是他以前合作的对象，或者他们在国际会议上面见面过，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可以帮助一些能见度，也许他就会直接 email 给你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边我会非常鼓励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你的推荐人直接就放在你的 CV 的最后。那接下来讲到就是关于说，如果你的 CV 基本上是用于 for grad school 的 application 的话，那它的 structure 基本上看起来是怎么样子。那这边我大概只是简单做几个提醒。基本上就是说你的履历呢，它会被视为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 document， 所以基本上你
就是简单来说 you have to keep it professional，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什么像 artwork 的 portfolio or something， 然后去把它弄得非常的花俏啊，或者别出心裁啊，然后用一些非常奇怪的格式，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颜色，这些其实反而都不是那么好。那基本上我这边列出了几个可能比较一般大家会推荐用的一些字体，那基本上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字体，然后呢基本上整个版面就是让它尽量越干净越好，就是维持大概黑白这样子，然后字体，然后你可以透过字体的大小跟粗细，然后尽量去强调一些你想强调的东西。然后呢另外当然就是说很多 admission committee 他们也会透过去看你的 CV， 就是很 high level 的这样去看看你怎么去 structure 它，从那个部分它其实也会 evaluate 你本身的组织能力还有你的 logical 一些相关的东西。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在你撰写内容之前呢，最好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条列出来，到底你有哪几个重点 section。 那我在下一张 slide 我会列出来一些就是最基本的 recommendation。那另外就是根据过往的经验，这边有几个小提醒，就是说至少对美国申请上来讲，有些东西呢你最好是不要把它放在 CV 上面。首先就是说你的 CV 上面呢，你不要去 provide 任何你的私人讯息，像是你的生日啊，你的婚姻状态啦，或者是你任何的身份的号码，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出现在 CV 上面。然后另外呢就是绝对不要放你的照片，因为我在这边是真的有看过有申请者放上他们的照片，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状况，然后有些国家基本上他可能会在他的 CV 上面放一张他的大头照，但是在美国上来讲，如果你放上照片就会是一件还蛮奇怪的事情。然后基本上在经验的写作上面，基本上就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写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就是关于说，当然一般正常来讲在学经历上面的话，你会看到大部分大家都会写上他的 GPA 之类的，但是说真的，如果说你的 GPA 本身并不是太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就不要把它写上来，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其实整体上来讲，关于 CV 或者 resume 这些东西，它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格式。那当然就是说当你在选取一些其他相关经验，例如说课外活动或者是一些活动经验的时候呢，尽量去挑选那些跟你申请的东西有关的事情。那这边简单的 list 一下，就是一些基本上你应该要包括的 structure。所以就像你可以看到这边列出来的，基本上第一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基本的 contact information， 就是你的名字，你的基本的contact information。 然后呢通常 for grad school application 的话呢，第一个基本上是你的 education 的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呢就会是你的 experience document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这边只要是用粗体 highlight 的，它都可以当做是你 section 的某一个 title， 那就是 depends on 你有哪些 portfolio，那你就可以去选取适当的 title 去完成那一个 section。 然后就像我说的， usually for grad school application， 如果你可以有一些课外活动的经历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有的时候像我们作为外国学生，我们也会特别去写一个就是关于语言的部分，例如说你可以写说中文是你的 native language， 但是你的英文呢基本上你的流利程度是最流利的那一个程度。然后有时候如果说假设你还有第三语言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写上去这样子。那比较细部上来看，就是说在第一个 part， 那基本上这个履历是我从网络上随便抓下来的。那基本上在第一个 part 你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呢，基本上你可以用粗体跟比较大的font size去强调它。那所谓的 contact information， 一般人他是会写上所谓的你家的住址啦，然后电话号码啦，还有 email。 那这边我会非常非常推荐的就是说，如果你是 apply for 美国的学校的话，你可以到 LinkedIn 去创建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 profile。 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如果是业界求职什么的话，基本上我们
都一定会到 LinkedIn 上面去搜寻一下这个人，然后看看他过往的学经历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样子。所以说因为我有见到有一个问题好像是问说你要怎么在网络上去 showcase 你的学经历，那我觉得至少对美国申请来讲的话 LinkedIn 可以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然后另外我也非常建议说如果你是申请一些资讯相关啦或者是薪资相关的，然后呢你有一些 work 就是一些过去的 project， 然后你可以放在你属于你自己的 GitHub 上面，然后一样你在这个地方 provide 你的 GitHub link， 然后基本上你就可以 showcase 说哦我有这个能力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非常就是这些教授们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去看的。那我也看过有人他基本上就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个人网站，然后在上面放上一些资料，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去 showcase 说哦你有这种简单的 programming 的能力。然后呢那在 education 上面呢基本上就跟前位讲者讲的差不多，就是你要有你的 degree 然后你的学校，那通常你在 list 你的学校的时候呢正常上来讲通常我们会看到是会有学校的名字，然后包含 city 然后还有 state。 那基本上如果说假设你是台湾的学校，那我以往的 list 方式就是 maybe 都是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然后台北台湾，那这样其实就可以他至少知道说那你是一个外国学生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关于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的部分呢，我觉得基本上这个 section 它的重点其实是让你可以 showcase 你的所谓的 soft skills。 那我觉得在美国他们尤其看重的 soft skills 基本上包括就是你的领导力，你的沟通能力，你有没有办法跟人家 teamwork， 然后你的 troubleshooting 能力，还有你的组织能力。所以我这边也是一样，就是直接在网络上大概找了一个例子，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基本上当你在 showcase 你的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你的社团活动，它可以是你曾经帮忙 organize 了一个会议或者是什么的，然后那你只要就是简单的去阐述一下你在里面做了哪些 responsibility，然后就是 whatever 你可以 showcase 你的 soft skill， 那它就会是一个很值得放在 CV 上面的东西。然后呢那最后我只是想要强调有两个当你在撰写 CV 经验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当我们在写经验的时候通常你会 start with verb 就是一个动词，就是 就是 work on something 或者是 develop something。 那重点就是说一个好的 CV 基本上上面所用的 verb 都应该是一个 strong action verb。 那这边基本上也是一个从网络上很简单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这个是他们透过一些统计之后发现一些学生他们常常使用的一些不够 strong 的 action verb， something like work 啦， I work on something， I start something， I make something， 这些其实都是不够 strong 的 action verb。 那什么才是 strong 的 action verb 的话呢，其实只要你基本上你现在 Google， 你只要 Google 用 keyword like a strong action verb，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找到 a list of maybe over than 100 strong action verb， 那你就可以从里面去挑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那之后如果我们有 share slide 的话，基本上这个是一个 link， 就是如果你点进去的话呢，它就会基本上有一个像这样的 strong action verb 的 PDF file。 那当你在撰写 CV 或者是撰写你的 SOP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根据你到底要写什么，你可以从里面去挑选这些 verb。 然后另外一个小提醒是我刚刚是有发现，像这个是我本人过去的一个 resume。那基本上当你在写经验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动词应该都要是过去式，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写法，这是另外一个小提醒。然后最后就是说我觉得当你在写你的经验的时候啊，你可以把一个我们一般在写业界 resume 很常用的一个概念把它 apply 进去，基本上叫做 star。 那它的重点就在于说你当你在想着说我要写一个我的经验的时候，你要非常明确的首先你先 identify 你的角色是什么，你遇到什么样的 challenging，
就是你遇到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解决它，然后呢你是怎么去解决它，然后最后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可以把你所有的 statement 都用这种方式去想，然后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的话，那基本上它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 strong 的 statement。 那像这边基本上我就简单 list 了两个 example。 那我把那些就是either like a strong action verb 或者是说一些重要的 transition word 我都把它 highlight 起来，那之后你们可以试着看一看就是 compare to 如果你只是写一个很简单的 sentence 它们的差异在哪里。然后呢最后的话就像我说的，只要说你能够把你的 CV 基本上很简单的条列出来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用它基本上当做是一个写 SOP 很好的 template。那我觉得基本 for 写 SOP 我觉得这一个 link 基本上给了一个非常好的structure， 然后还 list 了一些最重要的 question， 那就是可能会后就是你们可以自行去这个网站上面参照一下。那基本上在写 SOP 所有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就是尽量就是说用 strong action verb， 然后呢还有当你在想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尽量用 star 的方式去想它然后把它写出来。这是我的分享，谢谢。我们谢谢凯慧非常精彩而且详尽的介绍。那我们下一位讲者是艾竹。各位与会的同学大家好，还有谢谢前面燕君还有凯慧精彩的分享。那我的部分我是等于我跟那个嘉恩我们算是文科的代表嘛，那我们两个的话就有讨论过说我们一个人负责 CV 另外一个人负责 SOP。 那因为前面两位讲者已经基本上分享了很多很精彩关于 CV 的部分，那我就是希望大家不会介意说我讲的部分可能稍稍有点重复，但我想基本上我的部分的话，因为我大概算是目前四位讲者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在美国大学里面担任助理教授的，所以我其中一个部分我的分享我会跟大家分享说，那以一个教授去 review 申请那个博士班申请的时候，我会是用什么样子的角度什么样子的思维。那我目前是在 University of Georgia 担任助理教授，那我先前是在 Ball State University 担任，所以基本上我在这两间学校我今年才刚到 University of Georgia， 但是基本上这两间学校在我的系里面都有 PhD 的 program， 所以对啊哦对，这个是今天的 slide， 如果大家想要现在就去看一些 slide 内容，或者是去点里面的连结的话，那你们就是可以用 QR code 的方式，或者是用这个 link 的方式， link 就是 tinyurl.com/tyra2022cv。 那好，所以基本上我想就是如果你想要从一个教授的角度你去想说他们到底都是怎么样去 review 你的博士班的申请的话呢，基本上你就知道说有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必要的申请文件嘛。那对以我来说的话，当我收到一份 PhD 的 application， 我第一个看的东西很现实的其实就是你的成绩，你的 GRE 或者是你的那个托福的成绩，这是非常现实的。那基本上只要如果是更好，尤其是更好的学校，他们收到的那个 PhD 的 applications， 真的是如雪如山啊。所以如果今天当你的成绩没有到位的时候，你也不用想着说你要把你的 CV 或者是 SOP 弄得多好了，基本上你在这一关的时候就是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说，你在大概在第一关的时候你就被刷掉了。但并不是说你的成绩今天，基本上你只要你对于 GRE 或者是 TFL 那个托福的成绩，你要做到的只是要达到这间学校这个科系的门槛，你并不需要就是去特别的追求说哦，我一定要考个满分，或者是我一定要考一个超高分，那对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基本上对我们来说，以教授来说，我只是要确定说你达到我要求的门槛，因为我知道学生今天你有到那个程度的分数，那个程度的门槛的话，你的写作、你的研究能力、你的分析能力是有到一定的程度的。所以在你在准备这个博士班的申请的时候，在这点上面，你就是追求的就是达到门槛就好了，不需要到一定要考一个很高分那种，你懂吗？尤其是像我们有些台大毕业的学生，通常就是有一种稍微想要追求完美的个性，可能就会不小心花了过多的时间在准备这些考试，想要达到很高分上面。再以申请国外的学校，尤其是美国学校来说的话，其实在这点上面就我个人认为不用过于拘泥。那再来就是我下一个会看的，其实就是你的大学还有你的硕士的成绩。那其实像刚刚那个 Jason 跟凯慧他们有提到说，你在你的 CV 上面，你可能会，如果你的 GPA 够好的话，你会 list 上去。老实说，以我来说的话，我会认为yes and no， 就是你可以列，如果你觉得你是什么 4.4， 然后你觉得哦You did a good job， 那你当然是就是列上去也没关系。但说真的，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美国的硕士啊这类的，那个 GPA 的成绩就是因学校而异嘛。所以那个 GPA 的成绩对我们来说 ，again， 我是看一个门槛的。OK， 你只要不是一个太恐怖的 GPA， 你有个什么 3.5 以上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OK， 那我了解。而且基本上你有列没列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大学成绩单，而且我会看你每一门课的表现，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分析这个学生他在哪些特定的领域上面，哪些特必须要的知识领域上面其实是表现的好的，哪些特定的知识领域上面可能是稍微具有一些弱点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其实是会花时间去看你的大学成绩单的，这样子会让我对于这个学生的表现更加的了解。那像我们一般也都知道，我们都当过大学生，所以可能哦，你大一大二就是比较浑水摸鱼一点，然后那个成绩比较低落，可是如果你到了大三大四，我看到你是有一个成长的幅度的，那我也会知道说这个学生是有学习的潜力的。那基本上就是大概跟你分享这样子的部分。那看完你的成绩以后，下一个我会看的就是你的 CV 了，因为这个 CV 基本上就是一个 summary of who you are， 然后它以一个条列式的方式，对于教授来说是一个非常快速可以 review， 然后就是大概知道这个人的一些专业的经历是什么的。所以我会先看你的 CV 以后，我会先靠我自己去做一个稍稍客观的判断说这个学生的强项是什么，这个学生的弱项是什么，然后我再去看你的 SOP， 然后再去看说你这个人的 personal story 是怎么样子的，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子，你如何把你所有 list 在 CV 上面的经历包装成一个故事，让人家对你这个人印象深刻，一个非常 consistent coherence 的故事，让人家知道说哦，你所有的事情你所有的经历都是相关连在一起的，然后这些经历全部加起来变成了现在的你，也变成了为什么你会想要申请这个领域，申请这间学校，甚至是跟这个教授一起做研究。所以大概是一个像这样的思维。所以 CV 跟 SOP 这件事情两个东西非常的重要，但是两个东西理论上你不要把它们当成分开的文件来写，而是应该要把它们当成两个相互映衬相关联的东西去思考，然后去想说这两个东西要怎么样相互映衬，怎么样相互的让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然后再接下来我才会去看所谓的一些比较 supplementary 的 materials， 例如说你的推荐信啊，有些学校会要求 diversity statements， 有些学校会要求，尤其是文组吧，我想大部分都会要求 writing samples， 所以你就会接下来你就会去 submit 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是我最后会去看的东西。
那为什么 CV 很重要呢？当然首先就是像我说的，我先看了你的 CV 我才会看 SOP， 然后接下来基本上 CV 就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方法 去展现出你这个人有多么的 organized， 然后你有多么的擅长于就是去 summarize 去展现你自己。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在你申请博士班这件事情上， CV 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投资你的时间好好的去写的东西。为什么呢？基本上你要把博士班当成是你一个 career 的第一步， OK， 你从博士班这申请博士班这一步开始，你其实就已经在求职了。所以这个 CV 基本上你不是只有在申请博士班会用到的。对我本身而言，我从申请硕士开始的那一个 CV 我一路用到我现在在这个在职场上面，我都是就是每年每个月在 update 这个 CV， 然后逐渐把它拉长，然后用到现在的。所以你基本上你在想说这个 CV 真的是很值得你去好好投资你的时间好好的去发展。那你在做不同的领域上面，或者是你甚至是投不同的学校，你可能都会稍微的去微调一下你 CV 的内容，那都是有可能的。像我个人本身就有好多版本的 CV， 但是基本上我一定会有一个 document 是把我所有相关不相关的经历全部都放在一起。只是你可能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你可能每间学校或者是每个 program 它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 focus， 那我会建议你就是你可能稍微去微调一下你 CV 的内容跟你 SOP 的内容。所以一个好的 CV 真的就是 goes a long way。 你的 SOP重要，可是说真的这个 SOP 你在申请完博士班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垃圾了，它就变成一个历史文件了，你大概不可能在你要在就业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那个到那个时候你要写的 statement 基本上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的 CV 真的就是一个会跟着你一辈子的东西，所以我就是真心的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准备这个 CV 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好好的准备它。那刚刚那个凯慧有分享了就是 CV 跟那个 resume 的不同嘛，那基本上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我有准备 CV 也有准备 resume， 因为我的领域是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然后我们其中一个可能进入业界的领域就是去当 instructional designer 或者是 technology coach， 所以像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example， 我的 CV 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凯慧说的 CV 是一个非常 comprehensive 的东西，你可以写的多长都没有关系，十页如果你有能耐的话你写十页二十页都可以，但基本上你要确定你列条列的东西是相关的，你条列的东西跟你 SOP 里面想要呈现的故事是相互连应的。 CV 这种东西最重要的不是它的长度，而是你在这里面所列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够让人家一眼看过去以后就可以明显的知道你是谁，然后你的 strong 你的这个长处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主题，就是一看到这个人的 CV 就哦，比如说哦，我看到那个 Alicia 的 CV 我就立刻想到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r 我就立刻想到 language teaching 这样子。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 CV 列取所有的经验的时候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很重要。这也就是相呼应到刚刚前两位讲者说的，你有没有办法让，因为教授我们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 review 学生的 applications， 但是我有没有办法在 review 你的 application 的时候立刻就是 catch 一些这个学生的亮点，那就变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对我来说这不是透过你去 highlight 你的特别的经验，而是透过你是不是有办法讲一个非常 consistent coherent story about who you are， 然后你有没有办法透过你的 CV 跟 SOP 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那 resume 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只会有一到两页，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东西
我在 design 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当你今天是要投业界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更着重的是你的 professional skills， 然后你的这个设计上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那种个人化的设计，然后可以变得更活泼一点。但是 CV 的话，因为你是在走一个学术界，通常学术界还是会比较倾向要有一个比较严谨比较特定的知识，所以就是绝对都是黑白的，然后会有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个格式在这样子。那写 CV 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在申请什么样子的学校。那当然我知道以在台湾学生来说，绝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是想要申请 R1 的学校，甚至就是 R1 里面就是最 top notch 的学校，但这就不一定嘛，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志向或者是这个兴趣不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申请的学校到底是在美国是属于 R1 的研究型大学，还是 R2 就是比较 teaching 跟 research 有 balance 的学校。因为这两种学校都有可能有博士班，然后也会有很好的老师你可以跟，是跟你的研究兴趣是相关联的。但如果今天是一个 Research 1的 University 跟一个 Research 2的 University， 他们对于学生的一些 expectations 可能就会不一样。然后你在这个设计你的 CV 的时候，你想要排序那些重要的那个 elements 的方式可能也会不一样。就例如说以 R1 来说，当然他们最重要的看重的是你的研究能力，所以如果你有参与很多的 research project， 甚至是你有 publications， 那你当然就会先以这些东西为最重要的东西先列。但如果你是 Research 2的话，其实在 Research 2的学校，它不只看重你的 research， 它同时也相当看重你有没有一些过去的 teaching experience。 因为 Research 2的 University 通常他们也会更加的强调说他们的 faculty 要有一些好的 teaching 的表现，那他们 hire 进来的 PhD 学生很有可能会是当他们的 TA。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这个 TA或者是甚至是当这种就是所谓的学生的 instructor， 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有一些 teaching experience， 或者是你知道就是你可能有在外面有一些服务的经验，然后就是有一些教学相关的经验的话，那对 research 2的 university 来说，他们可能就会喜欢想要多了解这一块。然后呢， 除了这个第一个问题以外，接下来你就会问你自己说，那你为什么要申请这间学校？你到底是想要跟哪一个教授一起合作？为什么你想跟他合作？他们的研究的兴趣到底是什么？你本身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 publications 吗？我说真的，就是很多学生，尤其是台湾学生，我以前也是，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往往只是看重名声，就是这间学校的名声而已。我未必会去认真的想说这个老师，我是不是其实我是因为特定的老师我想要去跟他做研究的，我自己的本身的研究兴趣到底是什么。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教授来说，我要收博士生，或者是我们的 program 要收博士生，我当然是希望说这个博士生是跟着我，然后是跟我在做的东西是相关联的，这样子他才有办法他做得开心，然后我也可以在我指导辅导这个学生的时候增加我自己相关的 publications。 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哦，我就是随便乱投就好了，不行，你一定要认真的去想说你到底你自己本身的 research interest 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在你的 CV 跟 SOP 里面去凸显这个特定的research interest， 然后你要确认说你在 submit 这个 applications 给教授的时候，他们也是看到同样的东西。就以我前上上上个礼拜吧，有一个印度的学生就是写信给我，想要跟我 meet 啊，然后他把他的 CV 寄给我看，那他列举的经验确实是跟 education 相关的经验，他做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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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但结果呢，他在最一开头的地方，哦对，我还要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我这个 image 是旧的，但是基本上 CV
我会建议大家一开头的地方，除了你的联络方式以外，你一定第一个要列的东西就是你的 research interest 或者是你的 research expertise， 因为那个东西至少对我来说是我第一个看的，这个是我看了以后我会决定说这个学生到底跟我 match， 我到底要不要就是帮这个学生在我们的这个 PhD application review 的 meeting 上面的时候帮这个学生发声。所以Research interest 你要列出来，然后你列出来了以后，接下来你所有相关的 publications， 你的 work experience whatever service experience 都应该要跟这个东西有所关联。天哪，我好像讲超过时间了。那好，反正呢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 key sections 的部分凯慧有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多所琢磨。然后这个 formatting 的部分当然前面两位讲者也有说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再多说。唯一一个有一个稍稍有差异的地方，就是基本上刚刚 Jason 跟凯慧都说你们可以 highlight， 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如果在 CV 上面看到有人 highlight 的话，我会有点逗逗啊，我会觉得说你干嘛要就是你干嘛要就是多一事的在那边 highlight， 因为我自己会读啊，你 highlight 了以后有些时候可能会反而就是 distract 那个教授他们去看其他的内容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就是善用 bold type 跟那个斜体就好了，我觉得可以最好是不要用 underline 或者是 highlight，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 CV 以外，你真的要考虑你的这个 online 的 presence linking， 然后甚至是做你自己的 website， 甚至是 Google Scholar 还有 ResearchGate，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platforms 去建立说你是谁这样子，然后你甚至是可以在你的 CV 上面给教授这样子的 link，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文领域，然后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话，我们会很常会有一些我们会有很多的 project， 我们会有很多的 artifact， 你没有办法在 CV 上面展现这些东西，所以你就自己做一个 website 出来，然后展现出这些东西，那教授看到其实也会觉得说这个学生很棒，有一些实务的经验，然后他是实际上可以做东西出来的。好，那大概就是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好，非常谢谢艾珠啊，他以他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个教授的角度来指导大家 CV 的撰写。那我们最后一位讲者是嘉恩，我们请嘉恩来为我们分享。 Hello 大家有听到吗？有的。 OK， 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吴嘉恩，然后现在在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念 Public Affairs， 然后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公共管理，就是 Public Management， 那比较专业的来说就是在主要研究官僚行为组织理论，那比较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让公务员可以 work harder， 让各位公民可以满意一点，就是最简单的说。 OK， 那我就先开始说，当然如果大家念 social science 的话就会知道每个 theory 都有它的 limit 在，所以我也要先开头讲一下这次的分享其实就只是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背景啊、年度、学校的因素，所以都有不一样的申请经验，就是我的想法大家可以参考，可是不用把它当作标准，或者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你就是对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申请这件事情其实是博士班里面算简单的一块，所以大家用愉快的心情去享受就是申请的刺激跟焦虑。然后刚刚艾祖老师也有谈，就是不要在某一项文件上面钻牛角尖，因为就是它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你不后悔就好了。然后第四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博士生你要一直保持的自信，就是觉得我都可以做到，然后我一定很好，那我一定可以过这一关，所以我觉得被学校拒绝是学校的损失，然后各位其实不用因为被他拒绝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最后呢，也就是我等一下可能会一直强调的，就是其实就是你要在每一个文件里面强调的是我是一个好的候选人的 signal， 然后是我是申请主角，就是那些成绩啊那些都只是帮助我去展现说我是具备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OK， 那我就开始今天的分享。那
SOP 到底需要什么段落，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像刚刚彦君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些就是他一些段落，那我这边是借用我们游戏就是南加大 Public Policy School 他们要求每个学生一定要写到 SOP 到底要写到什么，我觉得其实蛮受用的，所以我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第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开头，就是告诉老师说为什么你想要来念 PhD， 你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就是你要引起大家的共鸣。再来就是那你有怎样过去的经验可以说服老师说哎，你是有意愿然后也是有能力去完成这个 PhD program 的，因为 PhD program 毕竟有可能是五年六年，那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你也要说。再来是那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其实研究问题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就是通常在 SOP 写的研究问题可能跟你最后毕业的那个论文是相差很大的，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给老师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可是你又不会想要太限缩那个研究问题到很细很细很 specific， 但是你又想要不能够太 general，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去好好琢磨一下你要怎么样拿捏那个研究问题。最后一点就是刚刚前三位演讲者都很认真的谈的，就是为什么这间学校适合你，到底有哪一些老师或者是这间学校哪一些 research center 啊是绝对可以帮助到你的，那哪些老师的研究是跟你的研究兴趣有 overlap 的，你都要特别的在 SOP 里面把这些东西给标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同时学校为什么会想要录取你很重要的关键原因。那我后来把我第一版的 SOP 挖出来，那时候我把 SOP 请老师们就其他的老师的教授看一下，然后他们会诊了之后给我的一些问题。第一点其实刚刚艾祖老师就有谈到，就是其实你的 SOP 不是把你所有的 CV 的东西全部，你有什么经历啊履历全部塞进去，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SOP， 你要呈现的是一个故事或者是让别人很想念下去的一个 story 一个亮点。所以当时我的第一版就是我只是把我的 SOP 我的 CV 把它全部塞到里面去，说我好像我很厉害我很厉害我很厉害，可是它没有故事性，那如果是读者的话他就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他看了另外一版本的 CV，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就会觉得说这样子其实是不够完美的 SOP。 第二件事情是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很确定我要念什么研究问题，可是我确定我自己要念的是官僚行为，可是这官僚学其实它非常的广，那我觉得各位可是因为作为一个可能硕士刚毕业的学生，其实你也很难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写才是要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可是其实你心里面大概已经有你要想要做什么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才八月多，如果各位是想今年申请的话其实大概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多趁这个时候去找你硕士班的指导老师啊，或者是同个领域的博士生聊一下天，就是看一下哎，我的这个研究问题到底可以做到哪里，那目前大家学界里面都是怎么做的，那你通常这些人都怎么开展他的博士班的论文的规划，那我觉得你从这样的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慢慢把你的研究问题定位在一个学界比较认可的位置上面，那我觉得你把它写在 SOP 里面就会比较漂亮。那再来就是有一点是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就只有写说我做了这件事情，那其实有一件其实 SOP 跟 CV 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可以在 SOP 里面描述更多的你在这件事情得到的经历，比如说你在 CV 你只能说哦，我参加了 这一场研讨会，但是如果你在 SOP 里面你可以说为什么这个研讨会重要，对你来讲它可能启发了你未来想要做的那个研究问题，或者是你参加这个研讨会可能 reach out 了很多可能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然后你就有一些实务的经验，那这些东西都是你在相对于 CV 里面 SOP 可以呈现更多的，那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它写从 CV 搬到 SOP 里面写，你就要告诉老师说为什么你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的过程给你什么启发，那它的结果是什么或者它的绩效是什么，那样这样才会变成这个 SOP 是比较有血有肉，就不会像 CV 它就是骨头在那里。那最后还是要强调一次，就是 SOP 它通常每间老师时间都不多，刚刚彦君学长也谈了很多，老师一个老师可能就三分钟十分钟念你那个 SOP， 可他又让你写2000字，那所以你要让你确定你他哪一句在 SOP 里面都是要有目的性的，然后不重要的或者是你觉得它就只是一行的，你就可以把它留在 CV 啊或其他地方去呈现你的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是我对 SOP 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呈现的东西其实你可以想一下，就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要让老师从你 SOP 里面知道你对学术还有你对社会的一个热情，比如说因为念博士班真的非常的辛苦，那而且你要念五年，
然后呢，系所或者是老师他要投资，像我们系一年要投资$70,000在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PhD student 身上。那如果你像刚刚彦君学长说的，你 drop out 的，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所以他们会想要确认你的是，你到底是什么信念支持你念博士？那你的初衷是什么？你不会因为你缺乏了，你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压力，然后你就 drop out 的。所以他们想知道你到底对学术、对社会的热情在哪里。那第二点是，我觉得博士生虽然跟老师的相处比较像是，当然是老师跟学生，可是同学同时也慢慢的有点像是同事的关系，所以他们也会想要找到比较像是愿意付出啊、善良啊、负责啊、价值观相近的同学一起合作。可是我不是叫你在 SOP 里面写说，哦，我是一个愿意付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 liberal、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那我是想说，你在 SOP 里面可以透过一些 example 去偷偷的带出来说，我是这样子的人。那如果你要我的话，那其实我是一个很好合作而且很和善，然后在戏里面不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再来就是还是很重要，还是要回到 SOP 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你跟老师你的研究潜力在哪里，然后你跟老师的研究是怎么样去做连结。毕竟老师要指导你完成博士论文，然后呢你如果跟他的研究有一些 overlap 的话，像刚那个艾杜老师有讲，他就可以增加他的 publication 或者是 expand 他的 research area。 那我觉得这种都是蛮重要的。最后是我觉得 SOP 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博士班的申请其实像一种双向选择，就是其实是老师选你，可是同时也是你去选这个博士班。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 SOP 里面要呈现的其实不应该是你去争，当然你想录取的话当然要针对这间博士班去标准化这些一个好的 SOP， 可是我会反过来想，其实如果你能够呈现最真实的自己，那你去的那个博士班可能也会同样是最适合你的那个博士班。所以这是分享给大家。最后几个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小技巧的建议，就是我觉得社会科学其实如果你有一些 field experience 或者更好是有一些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也是蛮加分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些东西的话，我还蛮推荐你可以把它写在你的 SOP 里面，然后可以写一下这些事情对你个人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毕竟老师还是，如果我们是特别是念 social science， 老师还是特别喜欢学生有一些社会关怀，就是你的研究是真的可以回馈社会的，然后对社会有一些影响的，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再来就是有些人当然跟老师的连接有的时候蛮好写的，可跟学院的连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蛮难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小技巧。这不是叫你照抄学院网站的某一个句子，可能就只是学院的一些理念啊，你把它借用一两个单字放进来你的 SOP 里面，我觉得这样子就蛮够的。再来就是有时候美国的学校的资讯化做的没有到非常的好，所以这老师的 CV 都没有及时更新，他可能都是两三年前的那个 CV 还挂在网站上面，所以有可能的话其实可以追踪一下老师的 Twitter 啊，或者 reach out 一些认识的博士班同学，其实他们都会给你就是这个老师他研究方向有没有变啊。或者是再一点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其实有些老师他其实不太喜欢指导学生，所以他其实几年来都没有收博士班的学生，所以如果你在你的 SOP 里面写说你想跟这个老师的话，那其实委员会就会觉得不太可能，所以可能性不高。所以不是因为你不优秀，可能是因为这个老师本来就没有收学生的习惯，所以他就没有录取你。所以我觉得这些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去问的。刚刚彦君学长有讲，就是其实你有一些记性啊，先去 reach out 问一下，其实都是蛮有帮助的。那最后我还是给大家一些申请的总建议，就是其实每个申请文件都不是独立的，就是它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你都要有一些 connection 在。那可是不是叫你每一个文件都写同一件事情，而是他希望你从不，因为老师他其实不认识你，所以希望你从这些他要从这些不同的一些文件之中去更认识你这个人。所以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从不同的面向去强调我是谁，那我到底是怎样的人，那我未来想做什么，那有什么过往的经验让我有能力或者至少是要有潜力去做这项研究，而且能够至少过第一年第二年的博士班资格考，然后可以通关完成博士班的学位。再来就是有感情的呈现你是怎样的人，这是 SOP 特别重要的地方。因为申请的主体是人，那些成绩啊、英文分数啊、研究发表其实都已经在你申请的时候定下来了，可是你唯一有办法掌握的就是你好好的描述你的故事，让老师知道你其实是对念这个博士班是很有信心而且很有热忱的。最后还是要再说一下，刚刚前面那个讲者们都已经谈到很多了，就是这些小细节啊、错字啊、排版啊、然后格式啊，都是第一印象。那如果你做错了，那当然可能不会大扣分，那可能可是
至少第一印象就已经减分了。那有一点在那个 take away point 就是在写 SOP 之前一定要先认真阅读一下就是这个学院里面所有老师他们的研究兴趣，那找到你有意愿的老师之后特别阅读他的文章啊，或者是他的一些 research paper 或者是他一些报章杂志，去思考一下跟你的研究主题去如何连结。再来就是因为你需要，你可能也会需要去联络一下学长姐或老师，所以好，那个联络的那个 email 请你好好写，不要写那种罐头信啊，然后就 faculty to talk， 所以你如果写罐头信的话他们都大概都知道，然后也要有礼貌啊，然后用字也要精准啊，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再来就是呈现一个立体的自己，然后其实申请没有那么可怕，它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那也希望大家申请的过程顺利。那我猜我们等下就会进 QA 时间了，那我也把我 email 留在这里，如果你对申请 Public Affair 比较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欢迎联络我，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IU 的一些故事吧。那我分享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嘉恩啊。以社会科学的角度分享 SOP 的撰写技巧，那我在这边再次非常感谢四位讲者精彩而且又实用的分享。那我相信各位同学对于 CBSOP 的撰写已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那但同时我相信你们也有许多的问题想要请教讲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放提问，我们会分文组还有理组两个讨论室时间为40分钟，所以请各位同学踊跃提问。那我现在来打开讨论室。OK， 那请各位同学选一间讨论室来参加。那OK。我好像没办法加入文组讨论室，